本期视频是突袭小队 VS 村民阵营，战斗马上就要开始，双方已经排兵列阵，请大家稍安勿躁，第一回合马上开始。杰瑞兽 VS 铁傀儡，战斗开始。铁傀儡与杰瑞兽的实力不分上下，不过老玩家都知道铁傀儡要略强于杰瑞兽。很快战斗便结束了，村民阵营获得了一分。第二场对战开始，钻石傀儡 VS 被诅咒的杰瑞兽，战斗开始。只见钻石傀儡盾与剑默契配合，疯狂地朝着诅咒杰瑞兽发起攻击，但是诅咒杰瑞兽似乎并没有还手的意思，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战斗很快便结束了，村民阵营再得一分。第三场对战开始，突变村民 VS 突变卫道士，战斗一触即发。看过前面的视频粉丝都知道突变卫道士会旋转跳跃，但是这操作在突变村民面前就是花拳绣腿，中看不中用啊。村民阵营再得一分。第四场对战开始，是突变血傀儡 VS 突变掠夺者。突变后的他们体型更加庞大，并且攻击力和防御力也要更加强。双方的对战一触即发，突变血傀儡不断地朝着突变掠夺者扔出冰块，试图冰冻他，但好像一个冰块都没有命中，这也太逊了吧。何？突袭阵营获得一分。第五场对战开始，下面是村民守卫 VS 掠夺者武士，战斗开始。一下两下，村民守卫嗝屁，突袭阵营再得一分。第六场对战开始，村民科学家 VS 沙地女巫，这是科学与魔法之间的较量，双方的药水瓶扔的是有来有往，最终沙地女巫败了。第七场对战开始，下界傀儡 VS 村民战士，我去，这个头简直不是一个重量级的，突袭阵营能赢吗？但是往往看似弱小的一方却总能出乎你的意料，虽然下界傀儡看起来很庞大，但是他的攻击缓慢，有视野盲区，村民战士相对灵活，攻速也快，结果果然让人意外，突袭阵营再得一分。第八场对战开始，村民猎人 VS 村民吸血者，战斗开始。一下两下，村民阵营再得一分。第九场对战开始，村民阵营派出了复活傀儡石像，而突袭阵营派出了巨型村民，双方大战开始。可以看到村民复活傀儡石像不断地召唤出小石像，对巨型村民进行群攻，很快村民阵营再得一分。杀！第十场对战开始，村民阵营派出了喇叭手，突袭阵营派出了铸剑师，双方大战一触即发。铸剑师可以悬浮在空中向对手不断的发出剑，但喇叭手也不甘示弱，疯狂的朝着铸剑师发起反攻，但结局他还是败了，突袭阵营再得一分。好了，一v一对战已经结束，接下来就是团队大乱斗了。随着一声声号角吹出，大混战即将开始，大量的村民涌向了突袭阵营，双方立刻陷入了混战，刀剑乱舞，乱箭齐发，双方阵营都竭尽全力在战斗。铁傀儡与杰瑞兽再次针锋相对，一波波村民倒下，一波波村民又冲锋陷阵，最终突袭小队所剩无几，这场大战结局也已经揭晓，村民阵营获得了绝对的胜利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还想看什么生物对战的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，点关注不迷路。